油爆虾，今天自己亲手做了2个小时，咱家宝贝们能不能给小虾女来2个双击，谢谢你们。我先来一个啊，哇，这个是去完虾线的，哇塞，这个中间有膏，哇，太好吃了，虾肉特别丰满。自己做的果然就是好吃，哎呀，嗯，双击啊，宝宝们。